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印海荣。太湖位于江苏省，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，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，也是华东最大的湖泊。关于太湖的形成啊，民间有个很有意思的传说，说王母娘娘要做寿，玉皇大帝叫人送去了一个大银盆，里面呢有72颗特大的翡翠，各路神仙都赞不绝口。看过《西游记》的各位都知道，王母娘娘的蟠桃宴没请孙悟空来，这齐天大圣啊气得大闹天宫，他见什么就打什么，于是银盆就从天上落了下来，跌到地上砸了个大洞，银子化作水，形成了36000顷的太湖。72颗翡翠就成了72座山峰，分布在太湖中间。传说当然是传说，但是这太湖之美啊，却是实实在在的。自古以来，吟咏太湖的作品很多，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留下了一首与太湖有关的作品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王昌龄的这首《太湖秋夕》。太湖秋夕，唐·王昌龄。水宿烟雨寒，洞庭霜落微。月明移舟去，夜静魂梦归。暗觉海风渡，萧萧闻雁飞。初盛唐时期，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，除了本土流域的诗人，大多数诗人都是在行旅途中偶然邂逅太湖。王昌龄吟咏太湖就是一场邂逅。与诸多年轻文人一样，王昌龄曾经也有建功立业的抱负。在边塞锤炼一年后，王昌龄回到长安潜心读书，在应试时一举成名。然而在接连2次登第后，王昌龄的官职仍旧未见升迁，这让王昌龄很受打击。后来他被远贬荒僻的岭南，任江宁丞。失意之后就是疏狂，就是放浪形骸。从长安赴江宁任所，他故意迟迟不去报道，在洛阳一住就是半年，每天借酒消愁。到江宁后又去了太湖、浙江一带游览。深秋的一个夜晚，王昌龄暂住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，月光下小船在水上慢慢地移动，夜是如此安静，湖面泛起一片寒气。似睡非睡，似梦非梦之间，不知道是真实还是想象，王昌龄隐隐地感到有风吹过，听到远远的有大雁飞过的声音。此时他已经和这里美丽的景色融为一体，一幅宁静的太湖秋夕图在王昌龄笔下展开。这首作品里最能体现王昌龄内心活动的就是夜静魂梦归一句了。虽然太湖有范蠡、范五湖的风流，有秀丽绝佳的风景，但是在诗人眼里，魂梦所归的还是北方的家乡。毕竟北方的家里有自己的亲人，北方的朝廷有能让自己施展抱负的平台。
但是太湖终究是太湖，尽管远离长安，尽管避世僻远，却慰藉了离人贬谪的愁绪。这片湖水见证了数千年的沧桑巨变，也孕育了江南端雅秀丽的底蕴，组成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部分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太湖之美，美不胜收，单纯文字自然不足以概述，丹青作品更能直观展现。明代画家文伯仁的《泛太湖图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一览太湖美景。《泛太湖图》右上角的文字写道：隆庆几四春，从虚口泛太湖，因写此图，五峰文伯仁。可以看出这幅画作于明隆庆三年，当时文伯仁68岁。画面描绘的是从虚口泛舟太湖沿途所见的景色。我们由画面下方的近景开始欣赏。泛太湖图中，河边房舍小桥井然有序，笔触细腻，河边的柳树、松树，湖边的芦柑，山间的柏树，枝叶繁茂。目光上移，大片留白表现了辽阔的水面，凸显了太湖的浩渺。湖水的水文画法采用的是网状画法，纵横网线波澜起伏，清晰可见。湖面上大大小小的帆船远近呼应，错落有致，点缀了灵动的美感。而朦胧的远山是三远法里的平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。泛太湖图的构图方式极好地突出了主题，展现出清旷悠远的意境。画面设色淡雅，是文派绘画的典型风貌。在笔墨表现方面，画家以文征明的细笔画为基底，上追王蒙，山石用干笔勾勒，皴染细净缜密，有很强的个人风格特征，是一幅上乘之作。这幅作品的作者文伯仁是著名书画家文征明的侄子，他的画独得文征明笔法之妙。名画录记载：横披大幅，岩峦玉茂，不在衡山之下。这里衡山指的就是文征明。太湖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很深，相传远在4000多年前，中国治水祖师大禹就在三江五湖之间进行通衢。时过境迁，太湖以它的大美与涵养为文人墨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想象力，也用丰富物产造福着一代代华夏子孙，使整个民族的传承生生不息。